OK， 你要拆那个替补根管，还有些灯具，因为它是容易易碎物品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拍的影片比较好。八根轨道灯，我没有买这个吧？它里面的轨道灯是带灯的啦，原来是有带灯的，我也没带灯呢。那这个呢是它的，这是钨丝灯吗？灯泡，今天有空就装一装吧。我现在呢有八支超白光，六支自然光 T5 灯管，我现在要想说把这八支都换成新的超白光。它旧的光呢，这两支比较少，以前从房间拿出来比较少用，所以它还比较亮。先都换成超白光。这个两个是比较亮的呢，拆下来以后一样装回去房间用。这边先是超白光或和自然光，看觉得哪种比较舒服。准备开灯。好，关灯。妹妹开灯。关灯。妹妹开灯。好吧，这边的。有亮吗？有了。关灯。就好，等一下要开，要走开再讲。我先去。开灯。好，来开。好，关灯。准备开灯。好，关灯。来了，来看一下。开。好，这样会不会太白了？你看会太白了。不会啊。好，该把客厅的八盏都换成超白光。这六盏应该是黄光，把它换成自然光。妹妹，开灯。好，关灯。以前有些间有些换超白光，然后换黄光，看起来会比较黄一点，比较舒服。但是现在觉得 黄光太暗好，然后还有就是拍片拍起来也都整个色温都太黄了。然后这边这就是自然光。你先开灯。学习不会有这种。好，关灯。现在很尴尬的是，好像自然光的灯管不太够。啊，换错了，我还有六盏自然光的灯管，我拿旧的来换干嘛？我这边都换成新的。对啊，这边都换成新的就好了。我在想什么？我还有六盏自然光中新的。新的都换到这边来。可以的。反正。我在里面捡到是可爱的。对啊，捡到是可爱的猫。为什么？对，林奕璇。好的。好，关灯。还好。啊，换错，这是超白光，干嘛换下来？哈，年纪大了。搞不清楚了。年纪大了。哎，开灯。好，超白光，对，好，快点。又吃肉干又摸。这两只是新的。然后老师在改作业。所以换到那边去。都值得喂。开灯。哎，我这边。好，快点。快点。我这边六盏，要换新的，换自然光了。这里有两盏。超白光就是，这盏是自然光，但是是旧的，明显颜色没比较亮。这两盏都是自然光，这一盏是新的，这一盏是旧的，所以看出来它比较暗一点，快掉。
没开灯。好，关灯。OK， 客厅这两个区块解决，换房间，把旧的 T5 灯管自然光放去房间，把黄光全部换下来。现在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遮阳伞对掉，遮阳伞对掉。这样看起来，遮阳伞是超白光，这四盏是自然光。OK， go。为什么没亮？啊，关灯关灯，没有装啊。关灯。开灯。好，关灯，收工。他没有说志成帮大家付钱，付钱，付这么多钱。这样的，这是的。全亮。对，好，换房间。这房间就比较简单，这阳伞是旧的自然光，那阳伞是黄光，把那阳伞换掉就好了。好，妹妹，开灯，开灯，关灯，开灯。自然光，自然光哦。哦，那比较亮哈。这很看不出来，但是实际看看，这两盏、这四盏都是自然光。这两盏是新的，这两盏是旧的。购货上面可能不晓得看不看得出来，但是至少我这边看，这边是比较暗一点，这是比较亮一点。好，这件 OK 了。这是房间的四盏灯。都是黄光，哎，那盏不亮了，为什么？没有注意到。好，一二三四四盏换成自然光 ，OK， 关灯。他拍得到我。开灯，关，小心啊。开灯，开灯吧，开，有亮有亮，关灯，那就关灯进去睡吧。为什么这一盏不亮？小，看一下这盏为什么不亮？妹妹开灯，我去开灯。这盏不亮，这盏坏掉，哎，有啊。好，关灯。开灯，开灯，开灯，好，关灯，漂亮。一盏坏掉了，头皮撞到啊！顾此失彼，这盏坏掉了，放旁边。来，准备开灯，好，开灯。妈，如果开灯，听见了。好。现在都是自然光的灯管，四只就是旧的。OK， 这房间看起来还是比较暗，因为那个超白光太屌了，客厅的超白光太屌了。好，关灯。拿去关灯。好，这边再装一盏灯。他们睡觉时候可以先开这盏灯就好了。好，可以。这是什么光？黄光，对。妹妹来，开那个灯，对，要睡觉开这个灯，这样可以吗？姐姐快过来！姐姐过来！过来！等，你看，你要睡觉开这个灯，然后等
妈妈、欸、等妈妈来的时候开这个灯啊，要睡，真的妈妈来要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个灯关起来了，可以吗？好好好，收工。对，应该把全部那个窗帘拉下来的。好了，装轨道灯。线接好，酷耶。对呀、啊。